这样讲话吗？可是我爸这样讲话，没有人听到我在讲什么，没人听到吗？你们能听到？你们能听到？你们能听到？这样可以吗？有人介意我这样讲话吗？有人介意吗？这样听到吗？别说哟。我刚比手语有点想比英文，我不知道在比什么。听到，听到就好了。啊，我忘记出习题了。没关系，我手转快一点就好了。完全没有攻击。先打起第一了，我后腿在打一个好处，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可以出击，还是可以顺便出击？因为恢复力很够，下回再补血。
血都会指定空气，因为我不想扣血。所以我刚刚讲什么，大家都没听到的、啊。